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歧视人？台湾人啊。台湾人哦。那是夜叉仪啦，在那个夜市仪不是吗？什么叫夜叉仪？我不知道。我的天啊，在学校打很久，每次有夜市仪就打很久。哦哦，开始变暗了，小姐姐。嗯，你不要离我太远，我怕暗。干嘛？少来！哎呀，好黑啊！我的天哪！好黑。晚上，孤男寡女两个人在一间房子里。你想讲什么？守敌人啊？干什么？嗯。Mina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为什么要去学校吗？不知道。因为在这里可以唱一首歌给你听。我知道你要唱什么，等你下课。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教室里的灯还亮着，你没走。你看5.56子弹都没捡啊。我没有子弹，我给你一点吧。感谢，然后有车来了。说感谢吗？脸在这里啊，你还不快过来？在哪？我的脸在这，要说感谢，我的脸在这，主动一下好不好？嗯？来，反过来，对，这样就对了。我，my love, my darling, I hungered for your touch。你干嘛？死鬼。色胚老司机，玩司机就是要老司机上车嘛。哦，很会哦。在学校吃鸡啊？吃鸡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二号，刚才咪那个一号小姐姐也是在学校吃鸡。吃什么？吃鸡吧。他吃的鸡跟你吃的鸡不一样。哎呀，对啊。你们可恶了你们。